head out. Oh wait, I go.煮这个 Zero Gundam， 这是什么？马六 Kenji Zero Gundam， 魔剑士零式钢弹，就是骑士，这会场限定的，有金属质感，看它多屌，好吧？哎，组玩具喽，组玩具喽。他做法跟前几天我们煮的那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超越之龙一样，都是比较简单的那种，东西也蛮少的啊，就这样。所以这个大概一个小时上下就结束了。好的，今天盛客感受到货真价实的暑假，很酷，有点受影响。抱歉，它的金属质感就是有上亮光吧，然后这是珍珠白，你看不太出来，反正它就不是纯白色，它是珍珠色。这一千一百二呢，超他妈贵，一台 BB 三四妈卖到1120，真是有够夸张。S25，这个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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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，因为我去那个啊，我去现场，然后他的那个限定版，我觉得就去那种地方，你去买一般的那个都没什么用。虽然他的那个入口啊，他是免费参展嘛，就你可以进去参观，然后入口你进去的时候，他就给你抽奖，你就会抽到那个折价券。然后六探，我是跟六探一起去的，他抽到75折，我抽到85折。可是那边现场卖的那个价位，你直接在外面买都比较便宜，就算打折之后，还是在外面买比较便宜。所以就我觉得说限定版以外，在那边买浪费钱。而且说论齐全度，实际上某些地方也是有，那边并没有那种很特别的，就只有会场限定版而已。所以就想说，好吧，就来都来了，买一台，然后剩下，因为他现会长现在把很多东西都没了，只剩这个，我就说来都来了，就买了这个。哎 ，IBKQ24，就买了。嘴巴。是说啊，煮这个就会看到很多老大哥冒出来，有些老外的，也有一些台湾的，就他就会在影片下面说啊，他做一只这个多快啊，30分钟就做好了，你要做一个小时，哈哈。看到这么多有力的未来人士，深感钦佩，觉得很棒。FRVR9 跟卡西莫罗里莫，什么？限定版以外也是很贵啊，限定版也贵啊，所以在那边什么都贵啊。不过我觉得他那个办展，而且有免费参观，其实把价位反映到后面这种模型也是可以理解的。16也是可以理解。啊，哇，他这个没有，他这个比较那个，因为他金属的吧。东西比较少。Wilson 913057，谢谢57。哎，我贴纸。它像我们的那个凤凰啊，它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吧，这个就是那个
那个眼睛的部分，他要给两个，而这一台只给一个，所以就不能换表情。左看右看我就不贴了。而且它这个金属质感很容易留指纹。Wind Massa， 谢谢 Massa。好，拉的97535838。33个月就这样过去了。一年半以上，好酷哦！习惯非一事。好的，把揪做好了。看不到，笑嘻嘻跟一般脸，我用一般脸了。啊，它这种就是可以替换的啊。你这个插下去之后，上面这个很好拔，你可以看你喜欢什么表情。小时候其实很爱玩这个、欸，小时候对于那个。可以替换有装甲的东西，都有特别的憧憬。憧憬 S19。而且他现在做这个都把那个强化了好多，他那个剪掉的地方很就不太容易留下那个头线头，小鸡鸡，就算不用手拔也没有那么容易。那个钢弹展现场有那个、欸、有那个他们的制作过程，就很炫，在那个门口就有，蛮好看的。而且钢弹博览会的现场。还蛮多妹妹的，不管是大姐姐还是小妹、啊、小妹比较少，大姐比较多，30岁到20岁这一段的女孩子好像蛮多。嗯，这个头还蛮好看的。好，有了，死光头。体悟心灵相合，就是这个死光头。身体的做法好像就跟那个一样，那个你看这是金属的亮。这个其实戴手套做比较好，不然就会留一堆指纹。不过我一点都不 care。哈哈哈哈哈。16。Pokemon Go， 问我这个干嘛？为什么你要问我这个呢？为什么？起来，这身体还是凌驾。
烦了。嗯，合不起来。哇，下面合起来，上面没有。怎么下面合体，上面没有？太变态了。就是哪里弄错？我说这个这么难合。会场限定版不是很听话哦，毛很多哦，而且对我来讲也不太需要去玩 Pokemon Go 啊，我每天都会保养我的大干舌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也不太需要去玩 Pokemon Go， 我大干蛇就够了。这个身体做好了，上半身，太烦的，奇怪上半身是为什么？哦，看错了。一跟一。等一下，你们对我的大钢蛇有什么意见？是不是想试试看我的大钢蛇吗？想要跟我大钢蛇决一死战吗？欢迎各路好手，女孩子的话，三 P C 七，要做两个月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会场限定的关系，突然觉得捡起来比较没有这么随便了。之前观众送的那个超越之龙，就啊是啊，现在就比较稍微的注意一点。好奇怪，它不太一样。我想说，一直要我做两个，可是为什么只叫我拆一个？应该是左手跟右手啊。这样，一五。这配色很乱的，没有这么好看。我它是采不对称，是不对称的那个角色，就是它就一边有一些特色，它另外一边没有，这样就可以理所当然的知道它惯用手在哪里了。哎，惯用手就是你的右手哦。
啊，这么麻烦，我讨厌这种细小零件，这些懒鬼。键盘，我键盘换很久啦，换了两个礼拜多了吧，好像超过了。HiNet Yahoo 四一，啊，刚来一个 Tomson 0515，谢谢几位大哥。我今天去把钱捐出去啦，等有收据之后再来作秀。你会想要看作秀收据吗？还是就算了，我自己知道就好了。今天超级破财，一个胸腔，我的钱都没了。破财呀！哦，没弄好，弄没有。胸腔，这两天买了新相机和新镜头，破财。看相机镜头大师。因为我不会去玩那个，你们好好好阳光哦。我最近唯一一个可以让自己可能有点阳光的事情，就只有那个，就只有我有一点养猫的想法而已，其他就没了。我养只德里蒙，不过就只是想法。哎、欸、，J8899，还有刚刚有一个 SUP Stanley， 谢谢 Stanley， 睡啦 Stanley。觉得要背负一个生命，哎，还是太沉重，我只是想一想而已。手手有两种，我很讨厌这种，可是我也很讨厌那种，就是五指的，有一些比较贵的啊，他们会在那个拇指跟那个其他四指这边做可动，然后就可以这样掰，可是都很难上去，而且很容易断。那个成型之后，通常就是掰好一个姿势跟形状，然后把它粘死，再也不动它。不适合拿来玩的。我那个，我去参加博览会的时候，看到很多那个、啊、家长买玩具给小朋友啊，小朋友看着国小而已，妈给他送他一台，买那个一台 NG 给他，我一看就知道，哦，这个煮到死了，就煮到死就算，其实也不太能够拿来玩，你顶多摆几个姿势摔一下而已，很可惜啊。好右手啦，大部分的人的女朋友。C 十是三小 ，C， 我有 C 哦，哦我看到。其实还是算对称的，颜色不对称而已。左手金光闪，右手金光闪闪，左手红红的，左手弄到出血。右手，然后还有那个一个环要戴上去。
好，完美。这里我记得要上一个什么？好的，左右手完成了，完成。然后要做什么？做夹夹哦。这只素体比较快，因为它很素，它绝大多数都是装甲部分，比较嘛那个麻烦而已。B4A18，逼死人了。哔哔哔哔哔。哇，好黑啊！刚刚想到好黑，就差一点他妈讲出一些人家会觉得我在钓鱼的言论了，还是小心一点好了。我跟朋友去看展的时候，跟朋友聊天讲到以前还是死小孩的时候，都没有钢弹可以玩，结果前面死小孩的家长就突然看了我们一下。大家可能会在想说，哦，不是钢弹吗？我一直以来都念作钢弹呢，原来念作钢弹啊，所以才看了你们一下，说啊，原来你们教会了我们什么叫做钢弹。哎呀，痛，痛哟！所以他们才会看你一下吧。其实你做了件好事啊，就跟有时候我那个玩游戏，有一些字不太会念。然后观众会跟我讲说啊，这个怎么念怎么念，我觉得很棒，是一样的道理耶，挺好挺好。哦，这是脚吗？好炫，好像披着白披风的黑武士哦。Ted Stay， 不会念，这么难念。下面是什么？蝙蝠。有人念说钢弹呢。机动战士钢弹，很假。啾啾！鲁鲁晚安，不知道能不能请你放点音乐？可以的话就这首《克拉奇诺伊西比萨尔敦》，不能的话也没关系。这是什么？克拉奇诺伊西？不，比萨尔敦哦。可是我不想要听比萨尔敦哎，虽然听起来是有一点吸引人的、啊，啊，好像很好听一样哎。怎么办？嘴巴上面虽然这样讲，可是听一听。好像真的是蛮好听的，有点忍不住想要去点来听听看。等我把脚做好吧。右脚。
像很好，很好看似的呢。克拉奇，什么东西的？已经忘记怎么讲。左脚跟右脚，然后什么？二三年 C 七哦 ，C 七六。六是左脚，这样吧，二三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小制作完成，差点的东西没有上，等一下。这个组件现在已经好了，快了。好，完成，这样就可以宿命合体了。等宿命合体一下。我的下半身组都不用组了，直接就长这个样子。和宿命合体，哪一边是正面？光头王，看我来啊！手断了，断手光头王，哎呀，肚皮皮嘞，我可怜哦，头伤大，肚皮皮，啊，手搁断伊，这非常限定无啥力的。好，哦，我知道原因了，看到问题点了，我再来补救一下。先把眼睛拆了再说。好了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好多了。宿命合体。
没有脸，完成，做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变成素体了。插回去。完成。这叫做魔龙剑士超丑。他名字叫做魔龙剑士超丑。他可以这样子。有没有把手手张开。变成 Michael Jackson。Billie Jean, it's not my love.哇，我们这个可丽兹诺伊西什么 BB 杂雷桶没有办法复制，没有办法，抱歉，我找我的歌单吧，你们比较少听到的歌很少耶，都在我的外接里面。啊，好吧，我开一下外接，好吧。噔。还可以啊，把那个零件上一上之后，应该可以很煞气吧。我的歌嘞，歌啊，歌啊，要留歌。哎呀，我的歌啊，你可以听听大小姐气味哦，软体唱。B6，波亚嘎奇，软体就是屌，什么都不怕。
就君よ。这个怎么煮啊？这个还是看有怕伊找哟。我梦阿婆也家己。哎，我是不是煮反了？煮反了。心内是真欢喜。哟。啪啪比啵。煮好了头盔，超累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好 ，C 八七九。贴贴纸，要哇，贴纸这么细啊，太夸张了吧！这个哦，没有，这个贴纸比你们鸡鸡还大一点，没有到这么困难，还好还好。小，好，上去了。蒙阿波比亚卡基，唱完了、欸，你们要再听一次吗？好听哦，蒙阿波亚卡基，这首歌叫做《哦哦 Jo Kibi》哦，
大小姐气味哦。OK， 蛮帅的、啊，好吗？蛮帅的，让你帅一下。蹦啊波呀个起，四三 A 二四 A 二二四四三，这个、啊、看唯一一个尊爵不凡 A 二，金光闪闪，还特别把它独立出来包起来，就是我们这一个限定品最贵的部分了。只有这一台1120块，这个东西就占了500了。有没有？春绝不凡，最亮。现在我把它拆下来了，哦，这500块拆起来特别令人害怕。我拿 CPU 拿那个 i7 拿在手上的时候都没这么怕过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太会了吧！掉到地上了，谢谢大家。啊，不用手，哎哎，碎啦，不用手就把它捡起来，太开心了。好，手机完成。哎、欸，完成了，三角帽，真是太厉害了吧！来，让你帅一下，让你帅一下。啊，连帽子都不会戴，可怜。哎、欸，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戴上去了。啊，不要说对你不好，戴一下。好、哦，有了有了，很有感觉，很有感觉，魔剑士，有魔剑士的感觉了吧？那种头盔金属质感就是屌。金属质感，屌就是大。好，然后嘞，这最麻烦。这是什么胸甲？哇，够胸甲，这搞我。啊，麻烦了死！屌就是大啊！现在是不是突然很怀念我们傲娇气味了？因为没有声音了，就会觉得啊，来点什么都好，让我听听音乐吧，听出一点声音我也 OK。软体也可以唱吧，软体唱啊！那种心情，我其实是可以体会的。好的，胸甲，好像 Pokemon。插到他的奶上。变成黄金奶。好了，我来找歌了，好不好？
唱Aoi Tori好了。看我们的爱豆鲁马斯塔终于要发售了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决定日文版跟中文版都玩。脚脚怎么听的吗？参之鸟听到脚脚就断了，变成小明了。人家鸡鸡依然有洞，而且脚脚又断了，真的是小明。多利，你看他鸡鸡依然有一个洞，看到吗？在这里。哇，这自动对焦，好猛啊！对对对，鸡鸡有洞。有了有了，帅多了，跟刚刚那个丑光头比起来好看很多。干，千早神曲，好听。这边要做他的黄金鸡鸡了。这个是谁？Tia Tim Berlin， 不会念，一直都不会念。好，有了有了，变黄金鸡鸡了，有没有？黄金鸡鸡，哦，对焦，黄金鸡鸡的对焦。帅很多耶，跟刚刚一开始看那个丑光头比起来，美很多。然后嘞，我要擦屁眼啦。黄金屁眼，有没有？那整个金属质感都出来了，不过是我们会场限定版。这个剩超多，没要买。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、好奇怪啊！我觉得这个算是好看的那个选择了，可能是因为他那边展示品不好看吧？那边展示品其实不太有办法弄出那个他所谓的金属质感，这个其实蛮好看的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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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歌う。这就是我超爱金井麻美的原因之一，这首歌听到我都哭了。最好炫的是肩甲，看不太出来，就是等下装上去才有肩甲。有那个那个年代的所谓的毒品给大家听。178。如果用网址会比较好点歌吗？不一定，看我心情。国外街都他妈插上来了，不要再跟我哭了。这不是完整的歌，就是那是重复loop。纽约弟弟世界球队友德里蒙负三。什么纽约弟弟世界？哦，那个，那个嘛，全境封锁啦！哇，你就忘记他名字。哇，不被胜了，而且你就负三，你没有德里蒙，你就少一个欧啊。变成黄金爪了！哇，我左青龙右白虎啊！哈，这个好屌！好啦，算我求你，快来播一下张宇的《一言难尽》。一言难尽，哇，我也是一言难尽啊！我这个。会场限定版非常的不耐操呢，它的每一个接点处的东西都很容易掉。没了，就变成奥伊托里了。我希望他可以把那个手都弄好之后再把它插上去，那弄成这样子有够难插，无奈操呢，脚要一直断呢，那不好呢，小朋友的妹等于惊死。好了，变左青龙右白虎了，屌不？蛮帅的，
插上去那个另外一个肩胛之后，东西怎么要帅不帅？妈说他不帅的时候呢，妈的又变得蛮帅，麻烦死了。变这样了，越来越煞气，装甲越来越多，小朋友会很喜欢。我就盖哟。好，长子鸟听完了，听别的吧。哇，那个年代的宅歌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有我有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个是 Helen 7452，谢谢7452。要翻页喽！翻个页，妈浩大工程。翻页成功，哇，连披风就他妈穿上了，煞不煞气？煞不煞气？啊，屌不屌？屌不屌？哇，你看这个后面都有一个披风啦，太帅了吧！哇塞，左手都藏起来了。好，要做他的剑了。Make your jam。17:3。哇，他剑也是妈的很炫哎。然后因为太炫了，我看不到上面的数字。有了有了，看到3了。这个是什么？雷龙剑哦！我还不用我的雷龙剑劈死你，想不想看看我的雷龙剑啊？有了，雷龙剑还蛮大把的呢，跟他一样大呢。干！哦，这样有点敏感，不太好，是吧？还有雷龙剑的把柄，有没有？我抓住你的把柄，你探索我的秘密，就是这里。
这就是把柄，可以随时插拔，看来是拿在手上的时候可以那个大一把雷龙剑，这甚至不是雷龙剑的最后形态。